不会太甜，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很腻的感觉。它有那个碎冰，跟它用这个杯子装它的精髓，就是真的是我们去澳门的时候，就是饮料真的就是这样送来的。而有些丝袜奶茶我觉得会过甜或是过苦，可它都不会，我觉得它蛮中用的。它茶就真的很好的，还不错。你这样，我觉得有点像咖啡喝起来，但是没有什么苦味的咖啡。冻柠茶的话是，我觉得它是口感偏甜，然后它的茶也是不会涩。但我建议的话是说，就是送来之后大概等个五分钟，或是你就是这样子拌一拌之后再喝，那个柠檬味道才会出来。对，我觉得它的柠檬没有到很酸，但我喜欢酸一点的冻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它可以再榨更多汁进去会更好，因为它感觉只是放片进去而已。红茶甜味太明显，我觉得丝袜奶茶，我比较喜欢丝袜奶茶，像咖啡牛奶，很好喝，很浓郁。哎，刚刚店员很好，他直接送我们免费四杯，因为他有一杯里面，对，招待我们，然后里面有一杯是刚才掉进去一点点东西，但是还好。就是送来的时候就是有异物在里面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是食物啦，不是异物。I don't wanna make my bed, I'll save up all my energy. Instead, you take up all the energy I have inside. And I can't find a way to just ignore it. And I can't really
me take it anymore, cause I can't stop you from running around through my mind. Won't stop running, never will. I'll take some melatonin pills this time. 我觉得它的味道好香，就是那种炸虾的味道很重，然后它外面这个看起来很白，你有科学面的感觉。是啊，我也是。口感非常好，它里面虾子很大颗，然后很饱满，这种干干的。而且没有油耗味或油腻味。对，它不是完全都是香味，它外面那个口感就让我觉得哇，然后好像它有这个生菜。就像他说的，像在吃那个炸虾汉堡，很好吃。I just wanna sleep tonight. Yeah, I just wanna sleep. But lately I've been sleeping way too much. Cause baby I've been dreaming about us. And I can't help but wish that all my dreams came true. But I'm not ever wishing on a star. The galaxies won't make you change your heart.Won't make it any easier for me to stop dreaming about you. So I've been getting back. 开箱，今天买了什么呢？买一个 Kanken 的包，超好看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它的颜色是弟弟推荐的，非常好看。哎，感觉它里面好像有赠品哦。看一下是什么。这就是我的新家吗？你看它是同一个色系的吗？赞花市，然后买了一盆
绣球花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前阵子去福寿山农场，然后看到那些绣球花超美的，然后就说好吧，那我自己来种一盆看看，加一盆150，我觉得还好。但呢，它已经有一点花了，它那个花是粉红色的。然后呢，我还买了两个盆器，我觉得这两个盆器超可爱，长这样子很好看吧？我觉得它这个超美，它有点圆滑这种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个是150，另外一个是150。就我买这个盆器主要目的是我想要把龟背鱼它分株，就是我已经把它弄下来这边，然后还有一点点气根，所以它其实已经可以种在土里了。对，那我有买一个土在这边，没有错。然后呢，原本是这个土是70块，但是后来呢，我就跟那个老板说，啊，我买了三个东西，也不能算我便宜一点吗？然后他就好算50，这样赚20块，还算 OK 吧？好，所以我现在呢要把土放到这个盆器里面，然后呢把龟背鱼种进去。我帮换盆好了，然后这个也换好了，希望它们可以长得好一点。谢谢，谢谢，290号，这边两边好了，291号，好小青蛙特。我们今天来查红药妆。买一个的饼干，这个糖果超好吃的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买来试看看，它是明治的，超赞。然后姐还买了一个这个，这都很可爱，水桶的特可爱。然后我们家那把鱼的那只可恶的鹅跟那只猫超好吃，好，都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好可爱啊！这是什么？枪，手枪。玩具枪。等一下，我要再打开，现在可以看得清楚。哦，好可爱。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。哦。很可爱、哦，泰国外包装，泰国外包装很可爱。对，它因为我是看到有这个链子我才转的，很像就很复古啊，很可爱。好，我们家的了，可以给大家看它长什么样子。我觉得它长得超像姐姐的，很可爱。Hello, everyone, 终于跟我讲出来了。Happy。我今天想要来用看看我买的这个。Labruki 它167的这个167沁绿抗氧化精华，它就是说如果你脸啊就是不太稳定，或者说你有时候很敏感或怎样怎样之类，就可以来用这个。然后我就看啊，他们家的东西都蛮天然的，所以我想说我就买来试用看看。它这样一个也不便宜哦，一个也要1000出头。对，我在虾皮上买的。然后打开以后呢，它长这样子，上面有一个这个，先把它拿掉。然后他说是涂2到3次，2到3下，然后涂在全脸，看一下，哦，它是这种透明偏透明吗？然后精华闻起来有点蔬菜的味道哦，我觉得很滋润，是那种芦荟的那种感觉吗？我刚按2下嘛，就差不多1/3脸，所以真的像他说的2到3下，按一下，然后擦的时候我觉得可以
定要往上，因为之前听说就是往上的话皮肤会比较紧致。好，我现在擦完了，大概擦完后过几秒钟，我觉得它就是就不会粘黏。我觉得它的味道其实我蛮喜欢的，不是那种真的很菜园的那种，或是很蔬菜汁的那种菜味，它是一个就一个很自然，然后很清新草本的味道，还蛮好闻的。我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瓶使用心得。嗨，大家，今天呢是我用这个 La Birkit 他们家这个精华，对，就抗氧化精华的第六天了。然后我搭配的东西呢是 Drunk Elephant 他们家这个保湿，就是呢我昨天洗完脸以后，我会喷一下 化妆水或是保湿的。然后呢我再擦这个 Drunk Elephant 他们家这个蓝色的这个保湿，然后呢等到它就是有点微干之后，再来擦这个 La Birkit 他们家这个抗氧化的这个胶囊精华嘛。对，我觉得好像我的脸变得有比较没有那么的多颗粒感，因为我平常的时候觉得说皮肤很容易出油啊、粗糙啊，然后很多颗粒感、粉刺。对，但是呢，虽然我还是有很多粉刺或是痘疤嘛之类的东西，对，但是我呢，我觉得好像有保湿啊，这样说擦这个抗氧化精华之后，我脸又比较没有那么粗糙，而且我觉得颗粒感也下降很多，就是变得比较滑嫩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呢顺便去领了货，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买了，哎咻，就是因为最近这个燕麦奶超级夯，所以我就买了两个不同的口味，就是这个 Outside 他们家的燕麦奶。然后呢，我看了它的产地，就发现说它的产地居然是印尼，我原本以为它的产地是就是日本或什么，因为它上面都写日文或怎样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就买了两个，一个是原味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巧克力口味的，什么都可以来喝看看，如果好喝就推荐给大家。对，因为我听说是说他们家的好像喝起来比别家的更浓醇这样子，所以呢就想说可以买来喝看看，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很贵，我两个要买下300块，所以一个大概150。